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乐曲。这首乐曲的主奏乐器是京族的传统乐器独弦琴。独弦琴是一件泛音演奏的乐器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南国色彩。独弦琴不仅作为我国的民族乐器广为流传，并且成为了越南国剧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。它柔和优美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，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人以全新的感受。